谢谢。好，今天哈，今天我们要教的是什么？教的是如何绑出天平单钩九公分等长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有直播？因为哈，刚刚很忙，忙到爆，忙到哦，刚刚有来的人都知道，来绑住这个东西，按那个九公分，拿九公分哦，是加钩子，加钩子全部九公分，这条线超我等啊，这条线应该是，哎，哥牛姐，这条线应该是八公分的呀，哦，线是八公分，加钩子的底部是九公分，各位可以看出来就非常的短哈。那要怎么绑才可以办得到呢？用钩锯齿。好，我们今天请我们鲍鱼哥来示范。钩锯齿就是这个东西，哦，钩锯齿。哦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请他绑个三条给大家看。这一支100块尔啦，小可好用啊，吼，100嘛，对不对？我袂解偌济，我嘛唔知啊。100块啊，小可好用，哦，真的。好，仔细看哦，我会请他绑三次哦。这个难得机会，我们鲍鱼哥其实很忙的，做无用的，大家要煮鲍鱼，真的。哦，鲍鱼料理高手要问他，对不对？还要吃鲍鱼的话，拿20000给他煮给你吃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。啊，你摕出去剃棒要怎啊削？我袂袂剃棒，干你娘！你看会喷血自焚哦！我这干剃棒把解我袂袂闹飞啊！啊无诶！打球严肃。是我拿了自己拿了铁板。讲话要破塞哦！讲话破塞哦！我奇怪，看干了那一堆剃棒。要介绍铁板，离心近的嘞。介绍铁板，好了，我们先顺便介绍一下铁板，这个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可以钓那个暖招哦，什么有的没有的哦。我们刚刚我拆箱会赖会说他要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是 Teowork 的铁板哦，这个一支165而已，还附钩子，还不错。那这个是比较台湾牌的，这个叫 Vipos 一支哈、哦，80块30克的，这个都可以钓暖招，各位可以看见，好，蛮漂亮的哦，还有 Anna 很亮哦，其实它很亮哦，我弄给各位看，我开灯，你会看到闪闪发亮哦，可以钓 Anna 钓暖招，钓啥小仔你钓啦，哎呀、啊，钓鲍鱼，钓鲍鱼，鲍鱼可能袂吃啦，各种中枪哦，这个也很亮，这个白色是夜光的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铁板哦。好，好、啊，好，我们再回复话题，需要绑这个哦，单钩九公分加钩子九公分，线应该是八公分的啦。啊，你如果今天的目的就是教你如何用这一支，其实我在那个。YouTube 那边有一个影片，也是鲍鱼哥录的，因为他等一下会绑会很快。那如何用这一支，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打高雄大师教去空格钩锯齿，就有这一个如何使用的影片。如果你等一下看不懂的话，哦，没有关系，用慢动作慢慢看。好，安娜。没有，我为什么认识这样？哎，无要紧啦，我等下甲你讲啦，等下啦。好，嘿，这。伊咧问吼，即铁板咩啊？包括等下甲你讲，即摆是要用钩锯齿较淡的。你那遐乱啊！好啦，来。来，我们现在请我们鲍鱼哥要示范的哦、喔，吼、喔、来。我看我开电话，安尼看较有好啊。要解说吗？哎呀，你慢慢先轻彩乱一个讲一个。哦、喔，来、嗯。他现在已经用绑钩机吼，绑钩机绑好了一钩。它这各位可以看见，来灰熊的铁盒，打开看看，它是用一捆线这样子，从这里这样拉出来之后，先绑出了一钩，钩子，哦，放在掌心给大家看，不会不，好有无？好，好，来，然后现在要示范如何用这个上钩环，我、哦、没有看清楚，没有关系，去 YouTube 打高雄大师钓去空格钩锯齿，哦，有一个影片，你可以慢动作，而且那一个。透过画质可以转1080高画质，各位可以看见它现在对折了，对折之后，哦，穿过去勾环，穿好了，然后看见穿过去勾环，把它分开来，哦，来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先甲缩个了，伊即马看你高啊要几公分。哦，钩入去空的，你想要滴的空，甲钩掉的，你嘞，
现在来撑过了哦。哦，各位仔细看呢，它这个蛮妙的，仔细看让它拉紧，拉紧之后呢，它再拉，它把它拉，把它拉紧。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绑那个火线啊，或者是 PE 线啊，哦，紧紧的。好，你看到它打结了哦，先按住打一个结，打一个结哦，放着。哦，好，要绕了，绕，绕，再绕。哦，绕好了，绕好了之后，哦，他把结要反过来，那个圈圈反过来套住了，套住之后按住，哦，拉紧，哎，紧了，紧了，紧了之后拿下来，哦，各位可以看见已经紧了，对不对？哦。哦，他给他拉一下，整理好，整理好之后，再打一个圈圈，来圈圈拉紧，拉紧之后，他再向上拉，哦，拉紧，好了，当当当当当当，不求人，搞定哦。各位知道，你们看了可能眼花缭乱，没有关系，去 UBB 上面打高雄大字钓去钩锯齿，我哦给我。不嘞，好，今天好，我们鲍鱼哥瞬间用他的煮鲍鱼的双手搞定了一钩，很快，他现在还要再绑第二钩给大家看，哪里哦？他现在这一钩哈，因为要先穿那个闪光珠，他等一下要用绑钩器绑，因为刚刚那一只只有一只而已。哎、欸，爸爸，到底在钓虾呢？大家好，我坐坐来去啊。那美云呢？美云姐偷上得来啊。哎呀，大爷挂来的。哦啊，绑钩机怎么用？也可以到搜寻高雄大智钓具绑钩器。哦，我本人有录一段影片在上面教你。哦啊，有进口的1000多可以买，也有500多。不过我比较那个觉得500多，我最近卖的还不错啊。他这一台是900，现在应该是要980了。这一台是旧版的，现在新版变成绿色的。那现在绑钩器，明天不要冲来啊！我现在绑钩器都没有货啊，过几天再送再来买啊。绑钩器现在没货，没料全好而已啊，拍摄啊。来，他已经绑好一钩了哦，有没有看见？其实很快哦，你会绑的话是很惊人的哦。他现在把闪光珠撸来，撸来，哦，你看到超快的，他现在没有剪断哦，他在上一个欧环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靠边，靠边哦，无人看有靠背，好不好？佮佮咩看无？一把伞，手就收好，手卖错，来，卖紧张，慢慢来。较劲呢，钩锯齿来，现在再绑一次给你们看啊，仔细看哦，宝宝们，宝宝们，很厉害的，啊，瞧好，伊可能是咱内底唯一即马绑这个机的安怎绑的啦，我拢未记的啊，即拢钓别行业的。不如帮忙。哎呀，无啦，伊今仔下晡伊过来看影片，可以嘛袂记，伫遐复习足久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袂记，我放伊，伫遐想起，想。无，我连办公室拢袂记咩？伊都看影片，看办公室咩放？佮回想一下呢。伊今仔下晡，伊因为我暗时啊，本来6点落去，伊下晡做认真来做功课，甲物件拢看来。然后伊有伫遐想讲，啊，即爿用伫遐练习一下。是哦。嘿，真的。这个其实是示范那个，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哦，上去 YouTube 搜寻高雄大智钓具空格钩锯齿就有在教，然后或者是上网搜寻，不，你去 YouTube 一样搜寻高雄大智钓具空格绑钩器，我也有在教，这两段影片就可以绑出这样子的东西哈。如果各位觉得因为这个直播的画质哈没有办法很好，是这样子。哦，各位可以看见，他第二钩又开，哦不，他第二钩已经绑完了，
感叹话，你的手机真轻的哦。no， 哎 ，A 片唔在看的数字。你讲话较细声。你这是 no 5吗？干阿万 no 5，那也遐歹个 no 5较好。无啊，你这不是 no 5啦。no 4 吗 ？no 4。干阿咧，我 no 5电脑较歹。贝琪姐你好，晚上好，美英姑娘你好，陈志强你好。我顺便跟大家问好，现在线上有28个人。林松苑你好 ，Jerry 你好，叶伟东你好，卓嘉贤你好，哦罗松耀你好，赖伯任你好，陈志强你好，傅文你好，黄哥好，阿 Ken 啊你好 ，SHNG 你好。美云姑娘好，哦，各位看有无？哎，有哪信号不好的武器，变马赛克。哎，无，是你的信号歹。哎呀，各位如果会雾雾的吼，其实就是信号不好。哎呀。打那个对了，哎呀，打那个。哦，来。那个，如果可能要雾雾的吼，去 YouTube 搜寻高雄大智钓具绑钩器，然后还有搜寻高雄大智钓具空格钩具池，有完整的影片在这里。今天绑吼，主要是现场示范啦，现场示范并不是教学，教学有教学的影片可以看，哦，反而比较清楚，哦。哦，只是今天只是在跟各位讲说，真的很快，你把三高料了嘛？哦，嗯，第三高，来，就从第四高。那好，停了，我们现在来看这里哦，拿给各位看，看一下啊。这种白灯哦，就做恐怖，因为它这个方法哦，透过钩锯齿哦，可以绑一堆。你看他刚刚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一下下，他已经绑了一堆了。哦，一下下就绑了一堆了，是这样子。一堆十秒。好、哦。无，今仔新落歹，可能门关起来关了。嗯。啊，所以伫咧，你是袂用。有啦，伊一日还阁清闲啊。叫我拢无。无，等下就要。新的问题。哦，好，各位可以看见哦，它这里真的是绑好了一堆哦，都一样长的，就因为这个。所以你想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我们说，这个要怎么用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搜寻，在 YouTube 打高雄大智钓具绑钩器，还有高雄大智钓具空格钩具池，钩具池里面有详细的影片哦。如果各位有登录 YouTube 的话，可以在右上角那个点点点上面按下去，转1080高画质哈，1080高画质，哦，就可以了。好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哦，只是在跟各位讲有这两段影片了，哦，自己去看哈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今天大概就先这样子，哦，各位祝各位晚安，来加油，好嘞。其实我现场是很多人的，虽然我把那个铁门关起来，你们可以看见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是很多人的哦，哦，后头来看哦。没有，这里还在用他的那个什么，想要钓暖招的铁板。什么暖招？我们都钓鱼的后。我钓暖招了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记得去 YouTube 看哦。